迪丽热巴同台郑秀妍，生图状态超能打，网友衣服全靠颜值在扛，身穿 Louis Vuitton 2020早春系列亮相活动现场，迪丽热巴的颜值和状态真的超能打，这一次别致的泪痣眼妆更显个性，在韩网的高清生图可以说是十分能扛了。但抛去热巴小姐姐的颜值，这个造型讲真一言难尽，廓形设计的皮衣和缎面材质的半裙完全遮住了迪丽热巴的身材曲线，脚上这双黑色靴子更是从视觉上分割了腿部比例，很容易显腿短。而同场亮相的 Jessica 郑秀妍则机智地选择了高腰设计的白色裙装，搭配黑色色系的尖头高跟鞋和 Louis Vuitton Petite Amalie 手袋，尽显简单大方。虽然从韩网生图来看，迪丽热巴和 Jessica 含义色一样状态超棒，但不少网友都表示这身衣服得罪了造型师系列。